么首先要邀请我们第一位呢，漂亮宝贝上场。来，要邀请我们的漂亮宝贝双双小姐。大家可能对她有点陌生，又有点不陌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虽然她常常呢在表演，或许你们除了在文化中心、孔庙或紫檀楼看过她，你可能也有在一些就是音乐性的节目也看过她。然后呢，听说呢，她之前也有在歌舞台也有做过节目，算是多才多艺。然后不仅是长得漂亮，而且呢很会唱歌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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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对啊，这小女生很谦虚哈，很棒哦。然后呢，那自己目前呢也有一座小小的工厂在女儿的经营哈，爸爸妈妈哈最有心感在过哈。再多说啦，好 ，OK。我们的重点呢是要用音乐跟小鬼，用光下跟你光啦。嘻嘻嘻，所以我要带来好听的歌曲，一首国语老歌《因为我爱你》，有没有听过呢？因为我爱你，有听过。好，谢谢你。那会唱的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哦。好，谢谢。这里的朋友先给我们双双小姐热情的掌声。
他应该算是60年代台湾非常有名的姚苏蓉小姐她的成名曲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很多的歌星都翻唱过。那我们现场有很多长辈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双双小姐一够尊严哈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她的演唱一首呢，你们以前都听过的歌，你们都爱听的歌，让你们再重温旧梦，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